iPad Pro packs powerful enough hardware to be a genuine laptop replacement. These iPad Pros are faster than 92% of all the portable PCs. What's a computer? In this industry, I've been working for a long time. When I hear that I want to break and push someone,啊，往往已经知道它不太靠谱了。然而今年我们看到两个产品闹得特别欢， TNT 和 iPad， 那我们就把它俩拉出来溜一溜，分配给两个主笔，在两周的时间内只能在这个设备上工作，不许开电脑。那为了找一个基线呢，我们也请来了微软的 Surface 分配给第三位主笔。感谢苏宁易购为我们提供样品，这不是一期评测，所以我们不讨论系统 bug、 产品售后甚至是公司经营情况，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这三类产品形态上，谁有可能把 PC 像软盘一样彻底的停留在上一代人的记忆中。我们上来先说 TNT。 这两周的时间，我其实不只体验了 TNT， 还包括华为的 PC Mode、 三星的 DeX， 甚至 Linux on DeX。 在这些之中啊， TNT 完成度更高，体验也更好，所以啊，以 TNT 举例来代表这些单设备完成所有计算任务的产品形态。首先， TNT 解决了数据碎片化的痛点，文件可以完全保存在本地，随身携带，完全不依赖云服务。所以如果你正在写文章，那么大可以做到在手机上列个大纲，用电脑完成文章，再拿手机啊去修改细节的任务，整个过程甚至都不需要联网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华为云电脑也不属于这个品类。其次呢， TNT 拥有逼近桌面级的一个浏览器，在线看视频、写文章、刷微博，甚至是写文稿、写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完成。同时啊，因为支持传统的键鼠，所以打字体验有基本的保证。最后，可能有人会担心性能问题，但我这一段时间用下来，发现除了 Linux on DeX 因为是运行在虚拟机之上，所以有一些明显卡顿之外，无论是 TNT、 PC Mode 还是三星的 DeX 都可以保证流畅运行。但它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局限性，虽然性能够用了，但是产品形态导致它的使用场景太少。比如说我可以在家里和办公桌上各摆一套键鼠，但是要去会议室开会怎么办呢？要去咖啡厅谈笑风生怎么办呢？因为它没有短距离的移动性，所以称之为移动办公不如叫做移动定点办公。这个问题啊，有的解，比如说像 Leather Project Linda 那样一个笔记本形态的 Dock 就可以解决，但是这样和你自己带一个笔记本也差不多重了。至于锤子设想的到处都是触摸屏那种未来啊，我感觉也不太像一个靠谱的未来。软件的问题更让人头疼。是的，更早之前啊，安卓版的 Office 已经适配大屏了，但是除此之外，所有的软件都是针对小屏还有触摸来设计的，这导致在大屏和键鼠操作上会有各种问题，比如说不支持右键菜单，对拖拽的操作不理想，要么不能拉伸，要么拉伸了还不如不拉伸。硬件的问题啊，只是局限了它的使用场景，而软件问题才是 TNT 等安卓 PC 模式目前最大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想解决，那一定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推动力去推动它。谷歌作为安卓的负责人，目前正努力的去安卓化，它的移动办公啊，指望 Chrome OS， 甚至打算用 Fuchsia 统一自己的软硬件生态，不能指望谷歌。所以无论是锤子 TNT、 华为 PC Mode 还是三星 DeX， 只能靠他们自己去对开发者做优化，对方案做支持，而当下他们三者的体验都还称不上完整。如果失去了支持，对他们的一切展望都会是永远无法实现的空谈。至少在用了 TNT 两周以后啊，我已经无比怀念我的那个笔记本了。那么如果目前安卓还指望不上，也许换个设备，比如说 iPad Pro。 接下来有请岳坤聊聊他的体验。这两周我是把这套设备换成了这套，并且在两周的使用过程中很少想念34寸的曲面屏。那在我看来， iPad 相比传统的笔记本有两点突破。第一是商业模式的突破， iPad 高配和低配唯一的区别是容量和 LTE， 那除此之外呢， SoC、 屏幕、扬声器、工业设计、无线网络性能、 Apple Pencil、 Smart Keyboard 完全一样。在笔记本上少花2000，可能你就只能用一块低分辨率的屏幕，而 iPad 即使是最低配置，也在性能、屏幕、扬声器等等这种基础体验上毫不妥协。这其实就是手机的商业模式啊，只不过相比手机， iPad 可以扩展出更多的使用场景，比如说加一根笔你可以快速标记，加一个键盘呢可以移动写稿，加一个移动硬盘你可以在路上剪片子，还可以接机械键盘、接显示器、接 SD 卡什么什么的。
iPad 的逻辑是做一个拥有基本功能的平板，每加一个配件呢，都给它可以多加一个场景。那这些配件买下来有半个 iPad 贵都正常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你应该买11寸的版本啊，使用场景更多。这和笔记本的逻辑完全不同，在笔记本上你想让它更便携，你要牺牲点性能；想让它成为平板，你需要去掉键盘，每增加一个场景都需要去掉一些东西。那么 iPad 的问题在哪啊？我们总说 iOS 不行 ，iOS 不行 ，iOS 哪儿不行？首先不支持鼠标，对吧 ？Phil Schiller 曾经说过 ，MacBook 不支持触摸屏的原因是抬手触摸屏幕，哎，这个姿势不舒服。你看现在 iPad 是什么样？这个时候如果你用笔来操作，你当这是粉笔吗？对于我们文字工作者来说，经常需要挪动光标啊，改前面的段落。就算是有这个手势，但也还是需要你把手抬起来。Smart Keyboard 要是能支持触摸，哎，那就好了。第二个问题是单一软件不能打开多个窗口，比如说我想参考着一个 Word 文档来写另一个 Word 文档，不可以。假如我想对着大纲来写稿，那就只能再找另一个写稿软件分屏来用。第三个问题是外接屏幕输出的功能比较菜，其实 iOS 早就支持外接屏幕了，我家有一个特别老的 The New iPad 30帧接口都能输出 HDMI， 但是实在是没有几个软件可以充分利用外接屏。最后一个是不支持移动硬盘 U 盘，对吧，这个不用我再说了吧。但其实这些啊都没有说到点上，且不说以上所有问题就是一个系统更新的事儿，那最重要的是 iPad 根本不是为了这些需求设计的。说到这儿啊，容我装个逼，大家还记不记得2010年乔布斯介绍 iPad 的时候，它的产品定位是什么？它是在手机和笔记本之间生存的一个设备，所以从最开始 iPad 就没有打算取代谁，而是活在这个夹缝中。它的使用场景是随用即开，我不用就关，适合快速短时间的迸发式工作流。比如说子章把稿子发给我，我拿起笔就要批注，我收到一封邮件呢，我点开就要回，脑子里有个灵感呢，我敲开就要画出来。它也适合作为显示设备，比如说拿去给别人看个图表啊，看个网页。所以它要降低从想要工作到开始工作的时间，这就意味着简化掉 90% 不常用的功能，将剩下 10% 最常用的功能做到最快速高效。那无论是修图还是写文章，不要让我等软件加载，我要先开了就能用，你别让我去点保存啊！我不想写了我就合格走人了，你要是没给我自动保存你就等着吧啊！不但要保存，还要保存到云端，因为它体积小，我到哪都能带着，所以到哪都可以随时随地能工作。在 iPad 上长时间工作不是不行啊，我这篇稿子就是在 iPad Pro 上完成的，只是不如笔记本舒服，效率也没那么高。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，如今 iPad 已经拥有了 Xbox One 级别的性能，这是什么概念？ GTA 5 1080p 高特效能跑30帧，但是你几乎不可能见到哪个主机级别的3A大作移植到 iPad 上。 iOS 十几年了，那这样的游戏现在也就十几个，根本没有主机上那种文体两开花的盛况。原因很简单，任何一个游戏厂商把自己的 IP 移植到 iPad 上的时候，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怎么把它拆分成碎片化的游戏模式啊，一局五分钟十分钟，你不能像 GTA 5那样光加载就五分钟。专业软件也是同样的道理， iPad 上有 Word， 有 Affinity Photo， 有 Luma Fusion， 但这些软件相比于桌面端的全功能版都是仅保留了基础功能，保证软件的快速加载，使你能快速开始工作。这也是为什么 Smart Keyboard 被设计成了这个样子，轻薄便携，掀开就能用，敲久了手指头疼。所以到今天 iPad 的定位仍然是活在手机和笔记本之间的这个夹缝中的，只不过这个夹缝在逐渐扩大， iPad 在一点一点挤占笔记本的空间，就像当年超级本慢慢挤占传统笔记本的空间一样。到现在我们还是能见到那种厚厚的重重的笔记本，它们在散热性能啊、扩展性等等方面是好于超级本的，但是对于更多数人来说轻便更有意义，所以超级本成了主流。 PC 不会消失，就像 MP3 和 HiFi 耳机不会消失一样，一定会有一些任务是只有电脑能完成的，其他设备做不到的。只是将来啊，这部分反而会成为细分市场，成为小众市场，移动设备会成为主流。那 PC 心里苦啊，他当然是不甘心就这么被挤出 C 位的。 PC 厂商想要扩展 PC 形态来和 iPad 互怼，那比如说 Surface。 我先聊聊 Surface Pro， 再对今天这个话题啊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什么才是办公设备的最优形态，那什么是生产力呢？我这里啊不想做过于复杂和严谨的定义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，在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啊，能够用好即时通讯、浏览器、办公三件套和 Adobe 全家桶的，这就算是有生产力了。那考察一个设备啊，无非是考察它在上述对应四类应用的同时啊，它的输入效率、处理能力、输出显示这三个维度上的效率。 Surface Pro 的横屏出式呢，改变了传统笔电的这个屏幕在上、主板在下的开合模式，将所有主要的元器件呢全都集成在了屏幕的背后，开创了一个软式键盘。甚至啊，这个 iPad Pro 的边块变直用来吸附这个笔的做法呢，也是从 Surface 这边借鉴过去的。
这件事儿啊，起码证明了一点啊，就是在跳过那些不思进取的 PC 厂商之后，微软是有能力做好一款硬件的。输入方面呢 ，Surface Pro 是标准的全尺寸键盘，架起的形态下，这个欧迪蓝面料的键盘呢，通过微微的形变，增加了一点点的键程，无疑是在三者当中手感最好的。多种快捷键的组合呢，肯定也比那些所谓的直观式操作啊更加高效。性能上，无论 iPad 如何吹嘘啊 ，Kinetic Refresh 的 i7 和 UHD 的620也算是英特尔最近挤出的一大管牙膏了，性能呢是无可撼动的。软件层面，各个浏览器和通讯 IM 的效率大同小异啊，我们也可以姑且认为 Office 和 iWork 的效率啊也基本一致。那决胜的呢就是 Adobe 几件套了。以 PC 和 Mac 的保有量来说啊 ，Adobe 在 Windows 和 Mac OS 平台上的软件版本一定是最全的。另外，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呢，后台回复效率两个字，还有我们为你精心挑选的 Windows 平台效率提升软件，说不定啊可以让你的效率提升300%。屏幕方面呢 ，Surface Pro 12.3英寸，2736×1824 Pixel Sense 的显示屏，规格上也是三者当中最高的。这样看来啊 ，Surface Pro 在当下作为最佳的办公设备是没有任何悬念的。但是着眼去看未来啊 ，Surface 能否保持住这个优势呢？首先是输入效率上啊，我们已经见识了语音输入法的可怕，这还只是输入文字而已。如果语音呢进一步进化，我们甚至会看到将来啊，一条语音指令代表了一串非常复杂的操作，实现这样东西的可能性。届时啊，鼠标和键盘呢就不再重要了。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，Cortana 相比于 Siri 和 Google Assistant 的进化的速度啊非常缓慢。其次呢是在处理能力上，今年的 A12X 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啊。我们一度呢担心电脑用 ARM 处理器性能会不会很差，但是我们都担心错了。英特尔已经挤了若干年的牙膏了，然而 ARM 的性能提升速度还未见减缓。随着很多软件呢已经开始了在为 RISC 的简单指令集呢做专属性的优化，未来 ARM 很可能对 X86 实现一个超越。微软当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啊，它已经开始了 Windows on ARM 的一个布局。但虽然 Windows 可以为 ARM 进行一个重新编译，但是大量 Windows 的软件呢想要在 ARM 处理器上执行啊，还需要经过指令集的转换，需要损失一定的性能。iOS、安卓等移动平台呢，显然啊可以在原生的执行效率上超越 Windows。更何况呢 ，Office 现在已经实现了跨平台 ，Adobe 也在努力追赶。届时啊 ，Windows 的优势是否还会存在呢？在输出能力上啊，巨头们都接入了 AR， 微软呢甚至早就有了 HoloLens， 如今呢也进化成了 Windows Mixed Reality 平台。如果我们能够见到 HoloLens 量产啊面世，那说不定呢这一局啊微软可以扳回来。综上所述啊，我认为在当下呢 ，Surface 仍然是移动办公的标杆一般的存在啊。但是在可见的未来呢，会被一个 AI 发达、ARM 处理器重视 AR 的交互平台所击败。总结：高效率和人性化啊，一直是困扰着科技产品矛盾的两个极端。死记硬背的键位呢和快捷键啊，在应用起来呢，就是比那些直观的操作模式啊要更高效。但是乔布斯再怎么吹嘘 iPad 三岁小孩都会用，也掩盖不了 CAD 制图和三维建模人员弃之不用。但其实啊，我们仔细想想，两者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。这个问题的本质啊，是人和机器之间啊，谁才应该去更多的包容和理解对方的问题。今天啊，我们对比办公效率谁赢谁输呢，结果都很正常。但是我坚信啊，机器未来应该直接读懂人类想做的事情，而不是人类要去学习机器才能够明白的指令，这才是未来最高效的形式。哪怕它现在仍然很笨拙，求和这两个字啊不应该喊在嘴里边，但起码应该被电脑猜到你要求和了，并显示在最显眼的位置，而不是让我们在千百个函数当中去记住一个，这个才是未来最重要的因素。谁能更多考虑人的因素，谁就是办公状态的未来。